好難一次練喺喺拜。阿思琪轉多少張啊？好，思琪轉多少張呢度？思琪呢度。我需要問你呢度啊。好，跟住呢度，麻煩翻呢度。得啦，你呢度得啦。其他嘅。右邊右邊，好，收翻呢度，中間上面啦，呢邊，中間，好，呢邊一次呢度，平常我都是喝好多水，然後都會是好多不同的skin care 的產品，因為我覺得皮膚都要absorb 不同的vitamin 啊，还有其他的东西，所以吃好多菜还有水果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开心是最紧要的，因为是你的 hormone 分泌嘛，然后都是这样子咯。我觉得自己保养自己的皮肤的秘密吧，就是要清楚自己，要比较，不是每天都要看看在镜子上看看自己的样子，因为我觉得皮肤其实有一个怎么说，更生期。那好像今天我吃了不好的东西，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才出来，不可能是明天就出来，那可能你就觉得啊，皮肤好像干干的感觉，那你就应该喝多一点水。可是喝完水以后，不要想到明天就会漂亮起来，其实过了好几天才会。那我常常，我不算很喜欢化妆的人，可是我觉得晚上早一点睡觉，喝点水啊，那些就是一定要做的。